来自瓦邦的女孩子，我们是阿瓦山寨组合，我们在清迈学做广菜，学说中国话。我们今天休息刚起来，现在是泰国时间的12点，现在我们要煮面吃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做拌面吃，配了一盘洋葱，还有一盘肉末，还有一盘西红柿，还有一点姜，一点蒜。倒完了，把蒜和洋葱姜炒出香味来，番茄倒进去，番茄炒得差不多了，肉倒进去，把肉倒进去，倒进去，小区还有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有走开摩托一分钟就能有一个小卖部。啊？我们坐在摩托上面拿了200，肯定不花不完。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卖部，我们到了。มีน้ำแข็งไหมเอาน้ำแข็ง10 บาทผมมา买了10度的冰块อันนี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อ่ะ28อันนี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กับ1 瓶28 ดูทั้งหมดเท่าไหร่16 บาท2 瓶汽水然后10度的冰66度还有我还要买了1瓶燕窝花了8铢不要放鸡精味精，因为我们昨天在其实蒜的话